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中国福建餐馆自助餐里面进餐，下面给大家分享室内的装修还有美食，祝大家年年有余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我们跟朋友来吃午餐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下面请大家欣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年年有余。哎呦，好漂亮啊！细水长流，整个餐馆内部装修蕴含着浓浓的中国文化，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欣赏。他没有，我到这里，他们到这里来了，他等得认人了，肚子饿了，好忙哦，好漂亮哦，哪个看到这个视频，哪个有福气哦，年年有余，漂亮极了。他布置的好漂亮哦，两位女士去拿食物了，看看一位女士送我玫瑰花，每人一朵，我送他们一个礼物。Hello, sir. Hello. 看看，好幸运啊，有那个玉米团，啊，那个糯米团，芝麻糯米团，好吃哦。看看漂亮吗？他们在，我不拍录像。漂亮吗？看看，两位朋友跟我先生，我不要他正面照就 OK 了。他们连手机都不带。这就是美国的情人节。啊，人家吃饱了走了，我们还在这聊天。哦，看这个厅。这个装修也很漂亮，在这里还有个大会客厅，看看这里海鲜、虾鱼、培根、贝，这里是海鲜类。看这是什么？今天很开心，第一开心就吃到玉米团，啊，白色芝麻玉米团，哇哦，在美国很少吃到哦。这个是 BBQ 肉串，这里都是油炸食物，美国人的油炸食物，洋葱，还有个香蕉油炸，虾，油炸食物。这是美国文化，老鹰，漂亮吧？它另外装修了，更漂亮。前台小姐在那里，水果，这是罐头的。你看他们吃水果还要放巧克力，这个应该蛋黄酱，罐头，香蕉，看到没有？还放糖，冻虾、冻海鲜，我不敢吃，上一次吃好像肚子不太舒服。龙眼、龙船，漂亮吧？龙船。中国文化，这里有水果，鸡蛋，它放那个呀，肉桂粉，看到没有？
沙拉，好多沙拉酱，芝麻子 ，cheese， 甜品，哇哦！丰富吧，这个是花生饼，这个好吃哦。看看苏西，苏西，我今天还没吃苏西，不太想吃了，前两天刚吃，好多种哦，哇！这个好像没有新鲜鱼，这个才是新鲜鱼。漂亮吧？日本风情。再欣赏那个龙。我问这师傅可以拍录像吗？拍呀拍呀拍呀，好开心哦！你看这里有披萨，有饺子，这个是那个蒜蓉面包，蛋糕里 ，mac and cheese， 小朋友的通心饼和通心面，啊，最喜欢这个豆腐。香菇酸汤、蛋花汤，蛋花汤还放这个油炸的面条。这里是一个炒饭，一个大米饭。骏马奔腾，漂亮。来一个全景，今天人不是太多，人少今天。这里给大家分享，在美国的中国餐馆，它会有这个幸运饼干。今天我抽到的是，您将被授予荣誉。哇哦！我问我先生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饼干？我先生说 ，just have fun， 就是给你开心，然后也回头客更多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情人节快乐，拜拜。